可以啊，十分钟比什么？血压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就你这个，就你拿你这个这个什么，要签个合同啊。就这个。签个协议，我就看上你这个车。搞不搞？是这样嘛，肌肉输了给你10000，你这个车现在多少钱嘛？10000格就雪纳直接20000，他这个说不是号称改装了10000吗？我给你20000，你这个车就给我输了给我啊！就给这小哥怎么红温了瞬间？他就是这小胖子，他是飘了啊！这种王者级别的没有对手了。肌肉啊，要干正事了啊！干正事了，哎呦！破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。有一个让我有兴趣的单子准备谈，然后我就忘记了啊，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给他擦一下啊。大哥还要不要再擦？谢谢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上还是不上？谢谢，给他把鼻涕擦了，保持了他那个这个良好的形象。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红包。他吃了五片啊，五片的话，咱们一个红包，一片是5块，也是五个红包啊，1、2、3、4，来你随便挑两个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别免得上面说我们里面是空的啊，因为有些这个东西它不好展示，而且展示容易这个直播间出问题。你就拿一点点出来给兄弟们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了，走吧。哎，怎么是10块的？他这个怎么是？没事，拿走吧。算了，你要分清一下。下一位。我们1到15。我就放了一个10块的，被他抽中了。哎，水放下面吧。为什么相信都不知道？他知道，你知道的。白振玉。妹妹来，往这边来，妹妹，来往这边。来我这里，这边去啊，妹妹啊，从那里啊。啊，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，咱们这个老是忘记了，来先给你个手套吧。谢谢。因为我一般吃东西不戴手套。站中间来一点点。啊，各位兄弟姐妹们啊，咱们这是一个吃辣直播间啊，如果你爱吃辣、喜欢吃辣、对辣感兴趣，进来以后不要急着离开啊，咱们的这个吃辣活动非常的精彩啊，非常的诱人，奖励很丰富啊，大家慢慢看。觉得自己能行的可以来现场参加啊，2片、3片、4片，再来1片，等于5片。在哪里？在长沙市岳麓区新宫国际科技商学院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20分钟时间啊，1到15片，5块钱一个红包啊。15片到30片，10块钱一个红包，吃到30片直接是一个888啊，吃到50片直接是一个5000。目前为止有人吃过30片了啊，50片啊，60片还没有人能达到过。希望在座的各位啊有那个实力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在吃的过程中允许喝水啊，然后咱们成年人自愿挑战，后果自负啊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，你别到时候吃了到时候直接这样直挺挺躺下去了，那就没人负责的啊。来3、2、1，开始。所以说你觉得这小姐姐怎么样？感觉应该5片不是问题，10片有点困难。头发吃进去了，5片应该是左右了，差不多了。九哥，这个臭干子明明看起来没什么辣椒，为什么那么辣？因为它用的是魔鬼，用的是原来刷刷辣，它的辣度原来刷刷辣的辣度是100万，而小米椒的辣度要大概要辣个15倍左右啊，所以说。你看着没怎么辣椒，但是它那里面的那个辣椒素非常的丰富啊，吃过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辣。在哪里可以买呀？直播间，各位9.9块15片，觉得自己特别能吃辣的啊，可以拍回去尝试一下。如果你能接受这个辣度，直接来我们现场啊参加挑战的同款。不要换嘞，大奖等你来了。啊？你说我在上个红温的机器，我看他们一个都红温了。你不是吃过30片吗？你怕啥？怎么着10片没问题吧？哎，你这个车的这个事情怎么搞？你刚刚不是很牛逼吗？怎么现在又要放水了？因为我这个人不吹牛逼，你说公平竞争呢，我就觉得你这个车10000是吧，我给你20000。你如果说要放水呢，我现在的水平比去年前年那差多了，我不敢放你水，我那我不跟你搞。
我不打没把握的仗。但是你刚刚说的啊，你说你现在比我牛逼，咱们就可以公平试一下。姐姐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有嚼劲，可能年龄大了牙子。辣不辣？嗯，还好吧，这个辣我觉得还能接受。还能接受啊？嗯。昨天吃冰的还吃多了一点，没吃冰的可能还好一些。咱们这个姐姐牛逼啊，可以啊。就是有嚼劲的牙齿要。是不是平常你吃那些什么香菜，自己家放辣椒做的菜，你都感觉不辣不够辣？对，我自己下面吃，我要剁辣椒那小米椒，我要放一大勺，就这样。感觉都不够辣。嗯，吃着才过瘾。确实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，去年前年的时候，我吃辣有多厉害呢？那个小米椒，我当那个西红柿把它打汤喝，我都尝不到一点了呗。我搞了一斤小米椒，搞了一个500毫升的水，再搞了5个鸡蛋倒进去打那个汤，全部吃完一点辣味都没有。是的，那呢？结果跟小姐姐吃的是这个臭干子吗？小姐姐吃的就是我手中这款辣浪格的这个微醺臭干子啊，童年的味道，但是呢是成年的辣度啊，魔鬼辣级别的。如果感觉自己还能吃辣啊，直接拍回去试一下。我相信这个辣度应该能够让大在座的各位满意啊！如果连这个辣度你们都不够满意的话，直接来现场啊！直接来现场参加我们这个加辣挑战活动，大奖等你们来拿啊！赶紧去，9.9块12片。这是姐姐啊！他能吃那么多的这个？不吹牛逼。小黄车链接里面有加辣的吗？你这玩意儿就吃得快，我那天吃，我们试了一下，好久之前吃20片呢，20片不都用了2分钟还是3分钟啊？忘了。小黄车一号链接里面那个爆辣挑战同款，就是小姐这种加辣的啊，兄弟们。还可以上5片。还可以上5片？哎呀！哎呦，这小姐有实料。刚才那个小哥都只吃了5片吧？不愧是炒菜的时候放一大勺小米进去都感觉不到辣的小姐姐啊！哎呀，这个实力不得了，非常牛逼！妈呀，低估小姐姐了。小姐姐，我们这个臭干子很硬吗？嗯，挺有嚼劲的。挺有嚼劲的是吧？嗯、来，小姐姐吃了同款一号链接那个爆辣味啊，那个挑战同款的那个辣度啊，兄弟们。有人说那款不叫辣，很正常的发辣一点，它这个面挺难。小姐姐已经吃了5片，吃完了，吃第6片了。那你这是做的锂电池的？多少安的？多少安的？多少安的？80安的，有200多啊！你搞笑。80安的，好呗。看你开多少速度，是40到50，你可以300都能跑。跑个6-7十，200多公里。姐姐觉得我们这个臭干子辣度10颗星可以打几颗星？你要是跑个10颗吧，拉个100。5颗。10颗。反正我跑70嘛，主要我114安的，大概是200公里到200。有带甜味的吗，宝贝？那个麻辣口味的臭干子就是那种带甜味的，宝贝。我们家爆辣的呢，它是带一点微甜，麻辣味的话，它的甜味会稍微重一点点。九哥，他们想看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。这产品啊，这还用我介绍吗？你们在直播间看了这么久，应该看也看会了吧？来，咱们这个直播间啊，是咱们是一个吃辣的直播间啊，吃的是我手中这款微醺臭干子，拆出来以后加入魔鬼辣椒油、魔鬼辣椒粉拌过的啊。这小姐姐非常牛逼啊，6片了，看看，脸不红气不喘，一点是没有，跟吃白汤一样的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我感觉他的状态就像没吃辣椒，就像吃的是白糖蜂蜜一样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咱们这个辣度啊，它本身之前是一个中辣的，现在啊，之前是中辣的啊，应该有好多朋友拍过觉得不够辣，现在我再重申一遍啊，以前是中辣的，现在已经是魔鬼辣了啊，特别的辣。以前那些拍过我们这个觉得我们不够辣，给了我们建议的啊，你们现在再拍回去试一下啊，看看你们还能不能接受这个辣度，魔鬼辣啊，连我吃了都感觉特别的辣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特别能吃辣的话，直播间啊。9.9块12片，试一下咯，看能不能把你们闹哭了。哇，兄弟们，这小姐姐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，家人们。那肯定不，
我那时候他那个什么那个开关有点接触不良了，有的时候你碰一下他一叫叫一天都不停的。他去订去了，给我订了一套还没来。不辣可以退吗？兄弟，我们家爆辣味的是挑战者，什么亮啊屏幕啊全灯能不能喝水？可以喝水啊，多少有奖励。我们臭干子的话是吃一片都有奖励，只是说你吃的多的话奖励就比较多一点，你吃的少一点奖励就比较少一点。你看我后面那一块。